唔讲唔知啊，原来 Snoopy 曾经参加过美国太空总署嘅登月计划噶。除咗作为阿波罗10号嘅吉祥物，当时登月舱同埋指挥舱嘅代号，更加系以 Snoopy 同埋 Charlie Brown 命名噶。而首尔最近就举行紧花生漫画嘅艺术展，纪念 Snoopy 登月50周年，以太空同埋月亮作为主题，展出咗唔少当年嘅登月报道同埋相关嘅纪念品。同时场入边亦展出咗当地同埋海外嘅艺术家以 Snoopy 为灵感嘅作品，就等我哋带大家先睹为快啦！当然唔少得影相嘅打卡位，亦有 Street Art 涂鸦、Snoopy 时装展。由当地的 fashion designer 设计了50套靓衫，看看 Snoopy 有很多不同的造型啊！场内亦有填色活动，最后梗系要买埋纪念品先走啦。款式都几多噶？如果你是 Snoopy 的粉丝，嚟到首尔就记得要嚟呢个 Snoopy 展睇啦！